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索菲亚。今天我们分享连读技巧，希望你喜欢。OK，Let's start。Have。Have 拥有有 have。Some 若干一些。Some fruit 水果 fruit 字母 U I 发音是。物物物 fruit fruit 吃点水果吧。这句话，它的动词。吃，have，动词原形 have 开头，那么这是一个祈使句，句尾用降调 have 吃，那么它的元音呢是舌尖抵住下齿龈，口型张大，嘴角夸张的咧开，have。Have 吃，吃点儿，吃些，一些，some 水果，fruit 在读这个元音的时候。注意的是要撅起嘴巴。fruit，fruit，吃点水果吧，或者说吃些水果吧。Have some fruit。实际生活中，人们在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往往会把 have 啊弱读为 have 吃 have some 一些弱读为 some 吃点什么什么吧。Fruit，水果，注意中间的元音，要嘟起嘴巴。Fruit，最后它的尾音 t 失去爆破。Fruit，舌尖抵住上齿龈发 t 这个位置，憋住气不发音。Fruit，fruit，fruit。
fruit. Have som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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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ruit. 好，现在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的口语发音技巧：弱读和失爆。吃点水果吧。吃 ，have，have。一些 ，some， 水果 ，fruit， 吃点水果吧。首先，我们把每个单词读准、读清晰。Have some fruit. Have some fruit. Have some fruit. 那么。实际生活当中，人们说这句话语速比较快的时候，他就会把 have 啊弱读为 a， 这样他就读成了 have some 一些弱读为 some fruit， 注意它的尾音 t 失去爆破。舌尖抵住上齿龈发 t 这个位置，憋住气不发音，把位置留出来。fruit， 吃点水果吧。Have some fruit。Have some fruit。Have some fruit。你学会了吗？好，今天的口语发音技巧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。再见。Thank you. Have. Some. Fruit. Have some fruit. Thank you for watching. Please subscribe. See you.